去面试捡到老板娘钱包。前几天和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，大吵了一架，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。我要离开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，于是乎我就在网上投了简历。我到了新的城市，要开始新的生活。约好了面试，我就坐着车过去了。到了面试经理给我发的定位，捡到了一个包，我看了看，不会是刚才下车那位美女的吧？我看了看车上也没有联系号码，于是我在车旁边等了一会儿。这么久也没人来，赶紧去买点东西吃吧，肚子也饿了。经理也没给我打电话。管他呢，待会儿再去找他吧。看到了一家小卖铺，赶紧就过去了。大姐，这有什么2块钱的吃的吗？那这个值2块啊？口袋里只有2块5毛钱的我。这刚好2块5，给2块你吧，我要一个。好的。哎，生意好啊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先吃吧，我肚子有点饿了。刚才面试的话，我再过去找他了。哎，谁？一会儿给我打过来。这时候经理给我打了电话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啊，我们约好过来面试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啊，我现在已经到这边楼下了，我现在过来吧，好吧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行，好，拜拜。来到了办公室。你好，请进。哎，经理你好。嗯。我是刚才打电话过来面试的小杰啊。啊，你先坐。我给你看一下我个人简历吧。嗯，好，我看一下。你先看一下。你是来应聘我们公司的什么岗位？销售。啊，销售的话，我们这边待遇是这样的：先试用期1个月，2500加提成。试用期过后是加500，上班时间是8点至12点，下午是2点至5点，单休。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，明天就可以安排上班。行，也可以。如果说我今天上班的话，行吗？可以安排。我这里还有个要求，就是您这里管饭吗？嗯，管。嗯，那行啊。你觉得可以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安排工作给你。嗯，可以，好，请。完了，这不是刚才那位美女吗？她该不会看到我拿着她的包包吧？当你有个美女老板，说到险也是真的险。还好他没看到我拿着他的包包。你今天就先跟我办公吧，你的办公位先暂定在那儿。明天我就找个师傅带你啊。行，你自己先熟悉一下办公环境，我要去送一下资料。熟悉一下环境，隔壁办公室的不是有小姐姐吗？我去熟悉熟悉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来串门啊？我让你先熟悉一下办公环境，你干什么了？回去。这还不给我熟悉一下？那我安会电脑吧。好家伙，这小子可不是好东西啊，竟然上班还偷看老板的照片，这也不知去哪里弄来的。我也看看吧，别人能看的我也要看，可不能吃亏了。传到手机里面，晚上好好看看。哎，小杰，到点可以下班了。还有我电脑的个人资料，你不要碰。好的。明天记得早点到，不要迟到啊。好的。收拾收拾东西，下班回家，也不知道找个什么借口，去还他的包给他。管他呢，下次看到他再说吧。下班回家，怎么今天下雨了呢？站住！你这个小偷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说我怎么找不到我的钱包，原来是被你给偷了。我没偷啊，我是今天在车旁边捡到的，这两个怎么还给你呢？狡辩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哎，学长，老板竟然是我学妹。哎，你认识我吗？学长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李薇薇啊。李薇薇，会不会是上大学时天天黏着我的那个小跟班？想起来了吗？
哦，好像地铁来了。你现在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也没有什么变化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像以前一样这么欣赏你啊。你就别说了，以前我，哎，还是别提了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钱包怎么会在你那儿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个是我捡到的，在你车旁边捡到的。之前想还给你的，但是你车上又没留号码。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还很有缘分？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，居然会以这种方式碰面呢？可能吧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回家呀？走，我送你。学长，你快点，一会儿要堵车了。你家住哪儿？我家可能住在花果山吧。哦，那也不远。学长，你坐好了，今天我来给你当一次司机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话说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还当上了老板。都别提了，都是慢慢一步步做起来的。走吧，我们边走边说。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往事，我才刚分手，可别跟我聊这些了呀。到了到了。学长，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不是之前听同学说你在深圳创业挺好的吗？怎么会跑来我们这边找工作，还找到我公司来了？这不创业失败了嘛，然后女朋友也跑了，就想换个地方，换个星球。好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先上去了。学长，拜拜。拜拜。学长，我口渴了，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喝杯茶吗？我就上去喝杯水总可以吧？哎，我今天真的是有点困了，我想回去早点休息，但是改时间吧。不给就不给了，找什么理由？那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，一点都没变，真是。我走了。还生气呢？留了。到家之后给老板发了条信息，竟然不回我，不回就不回，我要关灯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上班打不到车，好冷啊！怎么都打不到车呢？今天早上怎么办？哎，还是叫老板过来接我吧。喂，老板。干嘛？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？我这里打不到车啊。哎，他估计还生我气呢。挂我电话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不来，把你一个人就在这里。今天的工作谁做啊？走，上车。好嘞，老板。我赶紧下车吧，同事看到了不好。好。小阿丁。又迟到，还想不想干了啊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小胡，我刚刚一起带他去跟我办点事儿，都去忙吧，一会儿我们开会啊。走吧，胡经理，我上去了。哎，小姐，那么早你俩去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跟他去说了点工作上面事情而已啊。工作上面事情？嗯。朋友叫我去玩，那可好啊。出来玩可以啊。老板。什么事？今晚跟你借辆车出去行吗？借我车？你要干嘛呀？今晚有朋友叫我出去玩嘛，借辆车。学长，我记得你以前这样啊，现在怎么这么讲究了？不借。不是你想的这样了。算了吧。等会儿回来，借车嘛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得带上我。